规定警察入来到一间铁厝内底，伫现场找到500多支毒品，甲上百万的现金。一个钢瓶。一个涉嫌主嫌设置这个跋筊机房经营网络博弈代理商，想未到这场搜查行动却逼出，不是办案的侦查队涉嫌的小队长也伫现场，就阁等伊离开了后完成这个行动。小队长表示，与搜索对象为朋友关系，当日在搜索行动之前，有去过现场建筑物外面逗弄嫌犯所饲养的犬只。警察来所在的地点是伫台中的雾峰，这外口至少饲5只猛犬。这年轻人开很好的车，之前还有养羊驼，现在有养马。所以那一户在做什么？你们没有人知道。他大概来用多久了？那个场地没多久吧。警方公布迄天的录音画面，涉嫌的小队长骑车来到嫌犯的住所，后续先派遣人员到现场勘查，意外发现小队长的身影，通报了后，随出发搜查，但是小队长已经离开，分局也否认有暗访这个小队长。本案执行时，该小队长既非勤务人员，搜索行动亦顺利达成任务。本次查缉赌博行动未发现有远景泄密情形。至于该小队长有无涉及不法或违纪情事，本分局将本勿忘勿纵深入调查。无方分局强调，这个小队长对你签到案件真正唔知啦，但是勤务时间走来者，佮嫌犯做朋友，伊会避忌一大过，而且改掉服务地区佮行政职。对你这个队长是唔是有涉赌或者是其他非法的代志，会佮做深入调查。民视新闻综合报道。更多精彩新闻，请下载 APP 民视新闻网。